晨的小街，街边的你数着落叶，纸扇在你手中摇曳，平添几分浓烈。路边飞过几只蝴蝶，对你眼神有些误解，我以为能猜透心结，却还是不够贴切。是关心你的安危啊。不用你关心，你走吧，我还要找布防图呢。那布防图是假的。你是怕我弄丢了，所以才故意换的。那你还凶我，死白樟树，臭白樟树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好了没？催什么催呀，赶着去投胎啊你啊。几位官爷，我这一只手我提不上裤子，你们谁来帮帮我呀？哼，嘿嘿嘿嘿嘿说说你们潜入蓝雨国的目的，我考虑放你们一马。你杀了我们也不会说，不说也可以。那本小姐今天就陪你们玩一个幸运大转盘的游戏，看看谁最幸运。开始。对不起啊，我没刺准，我闭着眼睛再刺一次可能会更准，怪我怪我，再来一遍啊。别，我说，北国在平安城的东侧布置了火药，想要炸城门。惊不惊喜？惊喜。意不意外？意外。此等妙计，也就只有我贺连池才能想得出来。对呀。你想害死我们家大人啊？我？我没有啊。没有啊。我们家将军有这个脑子吧？就是。山中潮湿，北国想要炸开平远城，只有将火药藏在黑风寨派人看管。你先回去，叫贺连池带兵来增援，我先去查探一番。黑风寨是黑老三的黑风寨吗？还有白老四、
黄老五他们。师父已经是北国奸细了，万一黑老三他们也是北国的，而我又和他们关系匪浅，怕是真要休了我不可。你很熟吗？不熟啊，我也只是听说的。来者何人？从什么葱啊？这都是树，哪来的葱啊？几位，既然都是熟人嘛，就不必兵戎相见了吧？葱家，真是你啊！好你个黑老三，还好我刚才躲得快，要不然早就被你草菅人命了。葱姐，我葱姐，真不怪三哥，北国派兵占了黑风寨，兄弟们啊，不得不防啊。北国在黑风寨有多少兵力？可知他们有什么具体行动？这位是？我是小葱的夫君。姐。长期间你问问看谁不变似苍月烟，万花和美相随却情似雨簪，我坐镜前又可怜兮兮